这一关呢，就是像心脏病毒这样玩哦。然后我们就是会念这个佛号，那如果翻出来刚好一样的话，就要赶快拍。好，然后叔叔你要玩对不对？啊，我要玩，上面有。我要先看人家怎么玩。先看看怎么玩呢、啊？弟弟，你要玩吗？看时间了哟。弟弟，要玩吗？你要玩，好，那我们再过来一点。那我不要玩了。要玩，要玩，要玩，没、哦、要玩，要玩。叔叔，你要先看吗、啊？先看。对。好，先看哦。对，好，我先开始哦。不能看，不能看。你要玩吗？我没有。不能看，我们不能看。对，不能看，我先哦。明明上帝。你要念诸天神圣，然后你一个主持，南海普佛，佛佛师尊，地尊，换你，愿会善，不是，你是师尊，换你师母，点团师，换你银宝师，换你乾坤大众。从第一个开始，明明上帝，诸天神圣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佛佛师尊，月慧菩萨，快点，师尊，师尊，师母，点团师，金宝师，全人大众。真的，刚好哦，收回去，对，刚好就要收回去哦。这是我自己的自拍。他收回去是做什么用？没有没有，他说你要继续玩。哦，他现在牌就很多，所以他快输了，哦、我牌已经快没排队。你有创意，你有创意，你有创意。我有玩过，在这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你有创意，那多练几次就背起来了。分摊一点好不好？多练几次，把它背起来。来，明明上帝，哦，有明明上帝，明明上帝，告诉我，那你诸天神圣，诸天神圣，神过手，诸天神圣，嗯，弥勒诸佛神过手。来，换你哦，黄神哦，南海古佛，佛佛师尊一个，月慧菩萨一个。佛佛师尊，哦，那这么巧，哦，师尊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哦，哦，哈哈，本来就不会玩，没事啊，乖乖，陈医生有，明明上帝，换你，诸天神圣，弥勒祖师，换你，南海古佛，佛佛师尊，月慧菩萨，佛师尊。欢迎师母，点团师，金宝师，钱大壮，钱大壮，钱大壮，欢迎明上帝。哦，好哎，你看，哎，哦，你好，哦，哎，不要这样硬抄，谁最后？啊，还要比手的快慢哦。对，比手的快慢。那饼干不要吃。还要比反应，有没有注意再看？好了，因为我没有牌了，我帮你们盖章。好的。那你们等下想完再回来。要给我开心的。这是鬼牌的。好。哦，你已经盖那么多章哦。啊哈。这是我的啦。哦，你抢三关了，闯三关了。不告诉。哈哈，不告诉。我想说。好棒好棒哦！哦，再盖上去就好了了哦，已经哦，四关都有了，好棒好棒哎！来点一个麦芽糖。哦，好棒好棒！哎，好棒，好用心哦。师弟，